哎呀，好冷呀，快把我冻哭了都。为什么一下子又降温了？只有苏州降温了吗？还是全国都降温了？你们那边都降温了吗？夏天热的要死，这又这么冷，他妈的！你现在在哪？在学校吗？哦，对，还在学校。你现在大几了？哦，大三，在专升本。你读什么专业来着？用英语。用英语会说吗？哦，会。真的吗？Really? Emily Lee, Really? Really? Just so so.我很怀疑你会不会说英语。我现在在考专四了。你现在还单身吗？不是单身。嗯。甚至是通过甚至已经不是处男。你是通过魔怔活动找到的魔怔人吗？就是那个你帮我找的。啊，就是上次那个那七个之一吗？哦，是的。然后呢？他魔怔吗？非常魔怔，比我还。他在哪呀？他在广州。是那个你应该跟他，他在好像参与过那个店里面的一些活动。他来过店里？他没有来过店里，但是那个店好像设计徽章的时候吧，他参与过设计，他会画画。那不是男生吗？哦，是的。哦，我知道你说的是哪个，嘴很贱那个是吧？啊，他很嘴很贱嘛，他对我怎么认识？然后很喜欢指点江山。哦，确实。哦，我知道是谁了，我对你想好了。你果然性别卡的不死。我想起来，就是那个姐妹，我知道了，我想起来了。你不知道我第一次做事有多创伤吗？他下面掏出来的比我还大。好，这种事情可不要直播间说了，没人感兴趣。哦，好的。你可以再散发出这个恋爱的酸臭味了。哦。他现在也是广州小组的是吧？是的。看到过。好吧，你们这个杭州小组现在什么情况啊？你们活动做几次了？我直播间跟你们聊这些事情全是闲聊，我只是说，对，就是没有任何的这个，我也不代表什么，我们小组也不代表什么，就是全闲聊，了解一下情况而已。因为这种，你们互相开除对方左籍事情，现在在所有小组里面普遍的在发生。我昨儿听说，最开始就是武汉小组，然后昨儿又听说过北京小组、加上广州小组，加上你们，反正就是凡是人多的，就必会走向互相开除左籍这一步。就杭州这边小组的话，金星是从在一月中旬，然后一直发到前几个星期，就基本上每星期都在。杭州小组，你是说之前没有分裂之前，还是分裂之后呀？没有分裂之前。没有分裂之前有多少人？现在有多少人啊？你不要我问，你自己主动说，我还没吃饭，快点。
就目前的话，核心人群的话，大概就十几个人。然后之前的话我不清楚，因为之前的话那个 Q 群里人太多了，几十号人，就差不多有至少有60-70个人。然后当时我也没怎么。没怎么听那个线上的会议，对，也不是很清楚。然后现在的问题主要是之前精英他们参与的那个杭州的一个读书会，谁？然后那个就是我们这边杭州组织那个发起人。你给我那个材料我都没看，我白天哪有空？我在装修。你们杭州小组现在分成两个小组，各有多少人？那边小组长，但我们这边的话是有十几个。这哪个地区活动呀？读书会的话是之前老易在杭州办了一个办了讲座之后，然后有一个人跟那个老易谈之后，我办起来。然后呢，在哪里？哪个地区？不知道，没有去过。搞了半天，你不是核心成员哦。哦，是确实。他们活动你一次都没去过哦。去过。但是那个读书会什么我没有去。我就参与了那个上。我没有说读书会的事情啊，我说你现在不是你们这个小组核心成员吗？确实不算核心成员，因为我还是脱产。那你在干嘛？你拓展学院，你才有时间组织这个事情啊。那你就说他们那个当时那个小组给别人就是互相那边辩经，什么什么署名里面也没有你的名字吗？而且你自己也说你们很多成员都还是学生，那为什么你是学生就不行啊？我看你发低调出来在那指点江山，我还以为你是什么核心成员呢，结果一问三不知。那你平时在干嘛？你专升本选了有一这玩意儿，真的是我用脚趾头一天花都不用花时间，就也不用花学习，他根本不用花什么时间。就在谈恋爱。是。谈恋爱远程也不花你什么时间啊。其实还有比较花时间。那你可以少花点时间呢。这个玩意儿有什么这个东西都是有额度的，我跟你说。现在甜甜蜜蜜。可以连，你可以连麦，申请连麦，我就不跟你说了，有那个正主来了。搞了半天啥也不知道，费劲。你们私信我，我还以为他是核心成员，我以为说出什么事情了，搞了半天啥也不知道。Hello， 你那边很吵哎。我们主要成员都在那边。你们在看会是吧？我们今天就是一个一个说，我听不清什么。我们今天在那个有一个人。学就学点厨艺，然后下去打一下牛肉做的那个菜谱。好吧，你们有多少人啊？主要成员有16个人，然后一般现场活动的话，在杭州都在这里开始，然后一般都报的，就是因为那个活动地点的问题，就是限制，会有限制，一般都报满，就16个人左右的，但是。就是人，就是他们太多了，就是
就是能来，要是场地够大的话。对，你那边回音听着很难受，我听着难受，直播间更听不清了。你调一下。怎么办？换一个。那个原机关了。他们都听不清你在说什么。真的。是因为我们超费的事情，我们因为没有超费的，我就换个手机就可以了。可能三个人直播里面可能都有队友。那你们换个人，你不是很多人吗？昨天也是吗？昨天我听着还行。喂 ，Hello。喂，听得到吗？听得到，你比较清楚。喂。好，那继续说吧，哥，第一个。这么难呀？你15个人，16个人，就每次活动有多少人？就每次活动都在那个萧山和玉航这边开展，然后萧山和玉航这边基本上都能把人数放满，就是因为活动场地的限制的问题，大概在16个人左右这样。你们说的余杭是临平是吗？就余杭，就余杭那边。余杭是城西那个还是临平？就杭师大那边，还有之前是中泰那边。城西阿里那阿巴那边也是余杭呀？你说是哪个余杭呀？就是杭师大，就杭师大那边附近。就是超前杭师大那边。杭州师范大学附近，我搜一下。你们连城东还城西余杭都说不清吗？啊？嗯，哪了？你们是不是杭州人啊？我这很可怕。都不是杭州人，都是来杭州这边打工或者学生这样子。啊，你们是城西的余杭吗？余杭跟萧山离这么远哎，你们怎么活动的啊？就是因为是不就是是你同时开展嘛，就或者是隔天开展都可以。就是因为有一些志愿者在就离余杭近的就会去余杭那边，然后离萧山近的会来萧山这边嘛。那你们每周活动地点是固定的吗？固定的。对，就一些志愿者提供的那个像租房的那个厨房这样的。都是那个。然后那个。然后你们那个发了多少份呀、啊？每次活动？之前是每周中午的话发20份水饺，然后后面现在的话就因为有那个厨师在这边了，然后现在会试发一些那个菜品，就是上周的话发了那个15份的那个盒饭，然后还有煎饺和水饺大概发了那个37份。37份。你说两边合起来是萧山这边，萧山这边单独，萧山这边是怎么发的？因为我们萧山这边是有个厨师，然后可以发盒饭，然后一方那边还没有厨师，然后只发水饺，然后发了多少份？34份。34份。上周是34。你们是？你们费用怎么算的？费用。费每个角大概多少钱？每个角是平摊的还是怎么样？对，就是有那个兼职的学生或者是那个工作的人都可以平摊这样。你们也没有分说学生少摊点，工作上班多摊点哦。余杭那边有，就是看那个费用的那个就整体费用的平摊情况，就是说如果你拿不出手的话，学生就会少摊一点。就是看那个平均下来的话，那个钱的多少。如果20几块钱，可能就没有那个，没有那么细。你说16个人是余杭加上萧山合起来是吗？不是，就是单次活动。如果在萧山这边也会有16个人，然后如果是去余杭那边的话，也会有16个人这样。啊，就是参与活动的。我说，那你们核心成员有多少人啊？核心成员差不多16个。那你们外面还有就是说还有其他的也没加。比如说刚才这成长是因为成长不算，
不是我吧？他老要专栏本没时间的。他我早上问他什么情况，给我发了长篇大论，然后老说我们什么的，然后我就以为他是可能问了半天一问三不知，就搁那放屁。他是这样的，没事，搞关系没有啊，搞了半天自己个人忙谈恋爱，然后这件事儿是的，他还说想跟你说一下广州那边情况的，算了，这后面广州那边明天再说，那边我已经知道了，我先今天主要是要说你们这边的事情。对，那还有啥问题？主要是你们什么什么之前那个什么分裂那到底怎么回事啊？互相发视频那个病经那个事情。嗯，说几个。不，我现在地上的心是你们现在你们叫地上的心是吗？对，是的。然后之前你们分裂之前叫杭州公益小组，现在你们改名地上的心了。对，就是我们新建的号。对。然后我们为什么发视频，就是因为就是我们把他们开了之后，就是我们。然后本来我们打算另原来那个号注销了，原来那号注销了，然后但他们抢注了一个，就是原来一模一样的账号，相当于对，头像也没换，所以我们就发了一个视频。而且他们之前做活动，他们不是主要的，就我反而我们这边人就是做公益活动次数比较多，他们不是核心成员。对，他们现在有多少人呀？还在活动吗？他们核心的大概他们就六个人左右，他们自己就活动了一两次，然后也没干什么。他们核心应该是六个人左右，就钱塘区那边的几个学生，七到六个，而且主要的学生六个学生吧。听说他们现在已经把那个副歌给开了。嗯，但是他们那边就是群，要算群成员的话，60多号。就他们六个人是在。钱塘区是哪里呀？你们到底是不是杭州人？哪有钱塘区？钱塘区就是大学城那边，下沙那边。对，那边全是大学生。下沙嘛，我的天哪！对，就是六个人一开始也是被小将是吗？他们不太算，他们会就是说一些未名字不对的地方，就是跟路标那边其实关系是路标的，他们一开始是参加路标，对，听不清。就他们是那个什么女性主义者，其实对你也有点意见，然后对威明子的意见差不多，也差不多，就是说你威明子缺少女性主义什么东西的。对，跟路标那边比较关系近。哦、对，差不多这样。他们也来直播间兑现了，他说他们线下参与的人有30人左右。试一试吗？挺厉害的，那他们场地应该挺大的，我们没有那么大场地。对，你们输了。那副歌没办法呀，放十几个人，然后他们说也不是抢注的账号，是没注销之前就已经注册了。好，你们先不要着急，先不要着急，我先从这方面了解一下情况，我再跟他说个10分钟，然后我再跟你们连麦，可以吗？你们有人有联系吗？好，我现在先挂断了。先跟他们说啊，他们好多人在直播间来兑现了。好的。你们没有人有我微信，那你们私信我，你们私信我就可以了。我先跟这边了解一下情况。好，具体的就是说不满的点，就是说你们觉得他们不是为，你们他们不是为小将，他们对我们的那个一些言论跟看法有他们自己的这个意见，对不对？不是，很多东西都在声明里面发出来了，就是他其中那个苏哥啥。你总而且直播间人也没看，所以还是你们得简要总结一下什么情况。有投机性，这是最关键的。就其实就不是为，就有投机性要攫取那个什么，要攫取权利啊，这是最关键的。又是不是为什么？立场不一样。对啊，就是我们觉得跟他们立场不一样吧，就是这个。你们的立场是什么？魏小将。我们就魏小将。我们就是魏小将，但他们觉得就是。他们觉得我们不够女性主义，对，他们会用那种魏小将并不是一个立场呀。不，就是他们在前场搞的那次活动，都被我们得知之后，我们才把它开掉的。然后他们在前场搞活动的时候，就是一个，江你来说吧。是这样的，就他是参与者。我第一次去前场，他去的那个饭店，就是他说他找了一个人提供场地，然后去了以后是一家饭店，然后我估摸的那个饭店，我看装修，然后还有网上的评论。应该是100块钱餐标的那种装修，
然后就是去了之后，第一就是提供场地的那个人反正肯定家庭条件不错了，对吧？然后他本身没什么劳动技能，在旁边除了包饺的时候基本上就是看着，然后去的时候基本上所有的，因为大家基本上都是学生嘛，所以基本上劳动技能也都不是很强，然后就是干活不是很麻利。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包饺子的时候那个工作人员有，就是后厨的人有比较参与，然后蒸饺子的时候是直接那个就是那个提供场地的人，他把那个那一盘饺子直接端给那个后厨的厨师，然后直接让厨师去蒸的。然后当时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在这次第一次他们活动之前去了那个去查看场地的时候，场地那个就是那家人饭店的主人给他们请了他们一顿饭啊，不过他们之前跟我说是请的，但是后来他们又跟我说他们 AA 掉了，所以我也不清楚是怎么回事，我也不清楚他们到底是怎么处理这件事儿。然后但是当时第一次活动的时候那个家里人又说要请吃饭，然后当时他们都口头拒绝了，然后我也是拒绝了，然后我当时是表示如果一直这样就是我就要走了。然后当时提供场地的就是那个他叫启仁，就是他是这家儿子少爷什么的，然后他当时口头也是说不让家里人不要再提了，但他家里人后来多次跑过来再劝说，最后这个启仁他自己口风也变了，说没关系的就吃一点吧。然后我就觉得我待不下去了，然后我就跟另一个跟我一块也不是跟我一块来的，就是叫张润，然后我跟他商量一下，我说我觉得我们俩得走了，我在这个地方我待不下去了，然后我就走了。然后走完之后，我给这个钱塘区主要这个负责人，他当时好像是去超市买什么东西，买什么食材还是网杀了，然后我打电话跟他说明了，也跟他说明了这个事儿，就是这样。然后他事后跟我说他们这次就没有接受请客，就是这个情况。我听到现在我非常直观的感受啊，你们说的视频什么我都没有看，我就听到现在非常直观的感受，是不是你觉得他们那边成分不好，就你们这些人是觉得你们比较根正苗红，那边全是小布？我觉得我们也是小布啊，但是就是怎么说呢，我当时只是感觉那个气氛很不舒服，因为总有感觉就是他家里人过来，就是感觉像这个工作人员的后厨工作人员的给我的感觉就是像一群人陪着那个公子哥和他的朋友在玩，然后家里人过来就是感觉这个公子哥就是搞个社会实践，所以说这个气氛让我当时感觉很不舒服，所以我才走了。你说他们活动场地主要是这个副哥们提供的是吗？还有他家人什么什么什么餐馆什么这种事情，不是自己出去找的是吧？对。那他们现在还在用那个场地活动吗？他们说他们不再用了，他们现在不敢用了。我们发完声明之后，他们就不用了。就是今天他特意发了一个视频，就说他们现在没有在用那个场地。好的。然后有人说让我看点视频，那我再看点视频吧。那我一边吃那边看点视频啊，你们先别急。然后我让那边再发个言啊，你们不要着急。但是好的好的，没关系。但是事实上我听起来该怎么说呢？我听起来听到现在该怎么，就包括前两天的事情了我该怎么说呢，就是总结性我自己目前的就个人观点啊，今天就昨天那个事情，北京那个事情，又有人过来跟我告状，就是说类似我把这个事情看得不够严肃，然后他们认为这都是很严肃的问题，但是事实上呢，在我看来就是怎么说，就是你们恰恰不要把这个看成这个严肃的问题，因为你们这个就是群众活动。谢谢海狗前的舰长，就是说你看不上对方什么的，就是你不愿意跟他，而且你们就是人太多了，你确实没有办法活动，你们几十号人怎么能活动，就根本就活动不了，你本来就应该就是说合得来的离得近的，以什么，对，像你们说比如说搞余杭搞那个叫什么萧山，就离得近自己就活动就好了，然后你们在一起搞什么同好会就可以了，你们就是说这么多人没有必要说搞的就是说太严肃，就互相有什么什么原则性什么路线性，因为事实上比如说今天来这几个杭州小组的发言我觉得也没什么问题，我觉得原则上比如说你觉得你们立场不一样，但我看你们立场都是一样的，就大家都是就是愿意选择成为行动者，这已经就是对就很了不起了，不要就是说
因为一些其他的这种小的事情的争执，比如说刚才说那个厨房的事情，我觉得事实上这个事情你可以拿出来讨论的，你就你不要说待不下去走了，你可以拿出来讨论嘛。就简单来说，我觉得你们需要一个能沟通的意义机制了，就是说这个事情我觉得不好，其他人觉得呢，对吧？就公开来讨论这个事情，就不是说因为这个立刻就开始扣帽子，说什么路线有问题。张姐，主要是这样，就是。张姐主要是这样的，就是我觉得很不舒服一点，就是只我在我提出之后他们那边改一下，我提出之后改一下，我就觉得这样我个人我不想当爹啊，我感觉很不舒服。那你可以，就是我们觉得我们你可以你们可以搞一个，就是我的经验，你们一开始就是小组内最重要其实就是异议的处理的机制，就是说你们那个说比如说如果有人对此事有不同看法，以后要怎么解决，对不对？你就是提出看法嘛，你也不是说都要听你的，你只是提出来，如果你说我觉得不舒服，如果没有人觉得不舒服，大家可以公开讨论这个事情嘛，就是不要说私下拉小群，然后就私下互相什么互开左机这种扣帽子，这个真的没必要。因为像我说，首先你们这个就是怎么说呢，你们这个组织首先就是一个极其松散的组织，我们这个也不是任何的就是说政治活动，我们就是群众活动，就像我说就是交朋友嘛，你跟几个朋友合来跟别人合不来这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就跟合得来人在一块儿，也不要说互相开除，像我说我觉得原则性大家都没什么问题，事实上就是说不至于到说什么路线斗争，而且你想想看，你们都愿意在杭州在一起成为这个行动者，这是多难得可贵的一个事情啊。你想看你们行动者杭州队里面几十号人，对不对？那你想看大部分人都是傻逼耶，你还要就是说你觉得同志干这些事情你看不惯，但是大家原则上没什么问题，拿出来讨论呗。你再看看你周围那些面目可憎的人，对不对？就是没有必要。张姐，就是主要之前有一次会议，就是大家吵到我们这边人都说不出话来，他们一直在就是会议上一直乱说话，然后就导致后面就是说。就是实际上这群人比昨天那个化身博士还讨厌。我先这么跟你们说，就是说你们说就比如说那个他们那边乱说话什么之类的，这个不是说就这个已经不是我和他那个提议能解决的问题了，这个就是你们人太多，明白我的意思吗？是，就是你们人一多的情况下，没有任何就威名子在也不好使，对不对？就是说先不要搞那么多人，就比如说我现在我也是在跟你们这个调解的过程中，我自己积累经验啊，我现在是觉得说二十人以上就尽量就不要，就是说还是十几个人我觉得是极限，因为现在根据我的经验确实十几个人就极限，人太多就真的就不行，谁也不好使，女子去也不好使，女子去也是被对方说哑口无言，他也吵不过那十几号人，就是说对，就是以后遇到这种情况大家就自动分，因为你们几号也不可能说地区都很近嘛，就还是按照各自地区各自就近，对不对？就是也不要说就是那个，总之我还这个意思，就是说要团结，因为大家真的已经难能可贵了，然后不要就是说扣帽子什么的，因为在我看来你们扣那些帽子反而是就是说把这个太当回事了，因为事实上它就是个群众活动。就张姐，我们这边其实早就想分了，然后他们那边一定要死皮赖脸赖的不跟我们分，然后我们才把他们踢掉了，相当于，然后踢掉之后，我们重新建了账号，然后对面还是沿用了那个杭州公益的账号，然后还沿用那个杭州公益的名义，然后我们才。我要吃饭了，我要吃饭看视频，我前因后果你这些详细的我看完前因后果再跟你说，但是你说这些在我看来就是小问题，就是小孩吵架就是小问题，嗯，好，那你先看视频吧。好，我先看视频哦。
来了来了来了，你们也应该知道我刚才干嘛去了，对不对？刚才那一嗓门你们也听见了，那个熟悉的声音你们也听见了，我们这个直播间被大他者凝视了。好，我先吃个饭，看个那个视频啊，你们先不要急，等我吃完饭再来，先了解一下事情的经过。你们是不是两边都发视频的呀？主要是我要看谁的呀？我要看谁的版本呀？我两个版本都要看吗？两边都发了，行吧？我先看看杭州的。因为刚才在听那边说公平起见，我看一下杭州这边的说法。对地上小组污蔑，那我就先看那边。有下头行为很正常，魏明子不下头吗？一样下头。前提。干嘛？去挤开。他大大方方承认自己下头就完事了，可以啊，他承认自己下头呀、啊，但是你是完美的吗？他确实下头，但你是完美的吗？你是一点错不会犯是不是？你是飘逸的天上的仙女是不是？他承认下头没有问题啊，以后你犯什么错你也大方承认呗，大家互相约定可以吧？就近期杭州公益的发展状况，我们地上的新公益小组公开对目前盗窃杭州公益名义 B 站账号、杭州公益小组微信公众号、HC 公益小组的钱塘区主要组织者大乐色与新子提出严厉的质疑。我们首先澄清一下之前的事件，三月上旬，原杭州公益的主要活跃成员由于与钱塘区的组织者以大乐色与新子为首，他们并不是主要的线下活动成员的矛盾无法调和，不得不采取决裂，即我们重设了地上的新公益小组等活动公示账号，而原来的杭州公益 B 站账号杭州公益被迫注销。当前钱塘区组织者不经原杭州公益的主要行动者的同意，盗用了杭州公益的名义与正当性，并且未经参加那次余杭活动的所有志愿者的同意，其中有一半的志愿者是我们的内部成员就擅自发布活动视频。我们在此揭露钱塘区组织者的这种无耻行径，并且要求钱塘组织者立刻删除视频，修改 B 站账号、微信公众号名称，不再使用杭州公益的名义。我们列出一些具体例子。一、大乐色频繁参加所谓的读书会，甚至于出现了占用公益活动名额，却去参加了读书会的活动，没有事先告知，事后也没有解释。再者，事实上他并不是公益积极的参与者，
只是个大三学生，却在会议上说我要当组织核心。二，以下是他们的一些线上发言截图。批判我了是吗？刚才我感觉没女性主义行动，但我问你，女性主义行动包括马克思主义吗？那你要包括的话，那你就不能说我没有，对不对？你要说女性主义不包括马克思主义行动，那我确实没有。你告诉我，女性主义如果包括马克思主义，那谁还比我行动的更多呢？三，据江南描述参与钱塘区公益活动的经历。活动前，江南与同参加杭州钱塘区活动的 S 进行过线上的简短交流。这就是主要引起的。定在钱塘区一家叫做建德大院的饭店。而公益活动成员的劳动意识缺乏。其二，中午时起人家人出面表示要后厨做几道菜请客，钱塘区成员进行了口头拒绝。几人也表示希望家人不要提请客的事情。江南本人怎么则表示，再提此事，江南就直接离开。但经起人家人又多次的表示要请客，且表示你们服务工人，我们服务你们。起人的态度转变为，现在有一间包间是空着的，去吃一点东西吧，没有关系的。江南感到浑身不舒服，不宜在此地久留，便和同参加活动的张润断。哈哈，互开左极。我请问你，这个视察课题你是哪个小组的？你先告诉我你是哪个小组的。说话呀！
短暂商量后小布就闭嘴一同离开。总结，总而言之，鼓吹女性主义的实践并且以这种话语为资本争夺公益团体行动路线的人，并不具有行动者的严肃性，反而只是通过夸大体系中的某个要素来投机的机会主义。大垃圾与新子多次以一种文化小布式的女性主义的话语干扰与阻碍杭州公益的团结，且出现多次出格行为，甚至败坏组织名声。以上列出的是比较突出的错误。同时强调，我们也并非是崇尚分裂贬低团结的宗派主义，因为团结的前提在于形成合格的组织化凝结合。倘若投机主义者对于后者的形成具有实质性的干扰作用，我们也不得不在斗争中求团结。我也希望那些不清楚情况或者产生误解的志愿者能够参与我们的线下公益活动，现实具体地了解我们组织化的情况，我们一起为杭州公益献一份力。其实就跟他说那些事情嘛，走了半天，我还以为有什么事情我不知道，不就是刚才说那点事吗？就那么点破事儿，我天哪！你们也真的是厉害，就这还发视频公开谴责呀？你说实话，你这不就是给逼哭那群粪区看笑话吗？你觉得看这个东西谁最嘲笑？你就刚才那个直播那种小波，哎呀，互开左极的经典戏码太雷了，哎呀，你们就干不成事什么的。我跟你说，看你们最乐就逼呼那些粪区，你说你整着干啥呢？这多大点事儿呀？不是没有强力组织者啊，你们就人太多了，就组织不了，怎么组织啊？人那么多。仪式什么？一直使用对方视频中的话语对我们进行指责，我们在进行沟通，试图明白他究竟哪里对我们不满意。然而他一直盲目的重复我们是小布尔乔亚，最后竟然自曝身份证，直到其自行退群。接下来是部分志愿者的澄清。2月21日，我与一位女志愿者聊天，她和我倾诉金某的问题。我认为这是行动者基本的准则，不要骚扰其他行动者。可金某认为我们不应该对他进行道德审判，认为自己的行为只是破坏了小资产阶级的社交礼仪。金某有意无意地强调过自己是参加过苏州那边公益活动的人，而且金某本人只提供过自己家的场地，场地最早是萧山区的志愿者找的。可以说我和大垃圾做的事情并不比金某少。我和大垃圾。金某是谁啊？我见过吗？那我知道是谁了，那我知道是谁了。你们现在太夸张了，你们现在太夸张了，你们这真整成天兵天将了，我天哪，你们太当回事了。那个别的小组也是，那个我就不指名道姓了，反正就是我们有个人，然后也是我们这边就志愿者参加过几次活动，然后一出去，然后也是那边就管他叫什么什么什么某某某某什么或者先生女士加个尊称，
你们太夸张了啦，我的天哪，我就看到你们这种说法我真是诚惶诚恐。真的真的不至于，你们都来苏州，我请你们吃牛肉面，你们都来吧。你们以后都是苏州的人，你们要都是苏州的人，太夸张了，真的是就是过来吃的面，然后出去全是什么什么，就都开始什么传圣旨了，这太可怕了。真的，你们来说全请你们吃面，太夸张了，有点。瑟瑟做的事情并不比丁某少。首先，志愿者们一直在拒绝饭店想请吃饭的邀请，不存在江某所说的接受。面对你们服务劳动者，我们服务你们这句话，一位志愿者提出，可以把做好的菜给店里的工作人员吃。这个提议也得到了其他志愿者的响应。在江某一走了之之前，杞人父母第一次邀请之后，我跟杞人说以后不要再这样了。你家这个饭店挺高级的，江某说不高级，突然对我说你以后也会去陪酒的。当时我感到被冒犯，很生气，与他产生了口角，饭店的邀请打断了争吵。口诀啊，口诀，高考读音重点字，如果有高中生不要被误导，口诀。我转身去拒绝饭店的邀请，江某直接走了。金某、岂能以及山屋等志愿者每次开会的时候都提及尽快形成一个 L 主义的组织，并且第一任务是形成中心化。结合之前提到的政审人的事件，不禁让我怀疑他们是不是为了公益活动，而是带有政治目的尽快形成组织干某些事情。在2月27日之前，我得知金某私下说过我是小布女权，并密谋要政审我，而金某本人并没有在公开场合或者私人直接对我提出过这样的问题，所以我感到十分不解，所以想要在矛盾激化之前解释清楚。毕竟我们的目的都是为了一起做公益，而不是要搞分裂。于是在2月28日晚上，我在群里发言，打算和金某解除误会。开会的过程中，自证身份的步骤省略，最后我们达成了共识，即我们不要分裂。这个会议还有什么结论吗？差不多就可以都12点了，大家明天还要上班。结论就是我们已经达到共识了，结论是我们没必要分裂，想他们分裂的自己走人。我们几个不想分裂，在座各位有分裂的吗？有分裂的我支持给你。哎呀，我要不其他人说一下吧，我刚才懒得说了。说什么呢？反正我是肯定不支持分裂的呀。你分裂吧，那个力量散开了，不好搞。您不支持分裂。而且你们没听我说，而且我觉得这个事情现在聊到这个地方，他说实话，你在这个聊的时候，它是一个过程。3月1日，在经过28号的会议讨论之后，群里没啥人说话，金某等人有小群了。江某觉得不满，于是指责金某不要私下拉小群。3月3日，在活动开始之前，我们和杞人以私人名义见了个面，我们坐下来谈场地问题，但不希望占用店内的地方，所以象征性的点了两个菜。但是他的父母认为我们是他的朋友，于是想要请我们吃饭，我们当时明确拒绝了。但是他们还是把菜做出来了，于是我们把我们点的菜以及他父母请的菜的钱一并付款。在3月4号，也就是钱塘区第一次活动结束后，江某并没有当面向我以及在场的各位提出过他对我们拒绝这顿饭。有任何不满，只是提到自己离开了。在3月5日，在晚上23点左右，在没有经过大家商议和告知的情况下，我和新子突然被踢出群聊，后面的事情都是其他志愿者告诉我的。在将近0点的时候，突然发表了一篇檄文，只有萧山区11人线下开了个会，且没有会议记录，无视频，并没有人向钱塘区参与活动的其他志愿者求证，只求证了江某与润。而且既然在2月28日已经达成共识，那为什么还要被刺我？而后大家展开了讨论，随后质疑他们行为正当性的志愿者部分被移出群聊，大群开始了禁言，直到目前为止仍然在禁言。后面在我被开除之后，一直有向其他成员进行沟通，有图片，但是对面并没有沟通的意向，也不想来钱塘区自己亲眼考察。而且我和新子也不代表钱塘区，但是未经大家的商讨就把我们两个开除以及整个钱塘区割裂。况且线下十几个人私自开一个会便代表了整个杭州公益，且没有经过投票，也没有会议记录。杭州公益在钱塘区活动进行之前，一共有36位线下志愿者，即便认为钱塘区有争议，也不符合劳动者一票、学生半票的投票原则。因此我们认为他私自将我们开除，以及和整个钱塘区
割裂的行为毫无正当性可言，而大群禁言至今。在其发布的2月11日活动记录中，视频中的余杭区的部分是星子负责剪辑，是星子的劳动成果，而且在2月18日中的视频中，也有将近一半志愿者是我们的内部成员，包括大乐色在内也参与了这次活动。那么萧山区组织者未经其他志愿者的同意，便擅自发布活动视频，无视星子的劳动成果。我叫任鑫，网名阿斯达，我参与过钱塘和萧山的活动，出过钱。我的钱来自我兼职收入和奖学金和助学贷款，个人经济独立，也出过力参与活动，做了一些设计和采购工作。我参与了钱塘区公益小组的筹备活动和萧山的活动。下面说一些我看到的关于钱塘区公益小组的事实。我2月13日进了钱塘区计划做公益的群，群成员大部分是钱塘区的大学生。由于还没有开学，群里讨论了一些做公益的要素，列了需要考察的内容，例如场地、长租房、短租民宿、旅馆、摆路边摊、劳动者聚集地等等，商量了见面时间。开学后2月25日，群里大部分人见一次面，见面当天经讨论形成共识，一暂定了活动形式和时间，3月4日在其他区活动地点包好或煮好饺子到下沙摆摊送。二考虑大家都是学生，要去做兼职攒一些钱。三参与其他区的活动，熟悉流程。2月26日到28日，群里成员自愿 AA 买了各种用具，罗列了一些自有的用品。3月1日得知上城区场地无法使用，但大家的意见还是继续做，便商量送水果。随后视频中所说的起人加入了群聊，他了解当时的状况后提出他家的餐饮店可以提供场地。第二天群里几个人到了餐饮店考察，据视频截图所示是起人父母请了吃饭，但据我向在场的人了解，那顿饭是在场的人 AA 的。我晚一些到了餐饮店，并与群里成员一起开会讨论了在这个场地开展活动的问题。场地是餐饮店后厨门外的露天空地，饺子用饭店的蒸箱蒸，当时没有强调饺子谁来蒸，我理所应当的认为肯定是我们自己做餐会的人同意了方案。3月3日还有各种用品放在了饭店。3月4日正常活动，8:30采购物资，志愿者买菜，抵达后厨门外空地的桌子，在这个桌子上铺上桌布，开始处理食材。参与者江某、润、星子、大乐色、阿斯达、归零、乔乔、启人，大家使用了厨房里空闲的盆子，用完归位且洗干净了。冬瓜处理完毕后，开始包饺子。包完饺子，等待出锅的时候，关于高温蒸笼使用有难度，厨房里也不便进入，志愿者不方便使用，故在空闲时间代托厨师帮忙蒸。后边一次活动，我们给饭店的工作人员买了砂糖橘，帮服务员干了活，大家聊了起来。此时起人父母，也就是饭店的经营者，来邀请大家吃饭。我认为他把我们当作起人的同学来做好事，然后当下大家就立我先看看这个B的动态。哎，有干嘛啊？其实那个这个炸弹人，我对你有个建议，就是说你如果你觉得杭州小组这些人是小部，这些小部这些有原罪，那问题是那你也要先去针对大部，对不对？你在这针对小部没什么意思，因为他目标太小了，不值得你花那么多精力。我建议你先把目标放到大部身上。还有一些保守主义者，比如说 B 站的 UP 主波士顿圆脸，对不对？那个人就是保守主义，他什么什么什么大部，什么什么对大部制造话语权，阴阳怪气儿，什么什么 LGBTQ 什么的，
建议你去找这个波士的圆脸，我们都给你鼓掌好吗？嗯，就是小波真的不值得你浪费时间。立马表示了拒绝，我说您不要准备了，您做好了我们也不会吃。阿姨在大家的推脱之中说了这样一句话，你们服务工人，我们服务你们。喜人回头和他的父母说了一些话，后来他的父母对我们说，你们年轻人的观念和我们不一样，于是便离开了。自始至终我们都没有接受这一顿饭，而且也是明确拒绝的态度。期间江某和星子在讨论一些事情，后面就走了。哎，不要笑他了，不要笑他了，他应该心里蛮痛苦的。他说什么你们就听着吧，这也是你们的行动的一部分，就他说什么咱们就听着，这也是你们的行动。我在群里提前说明了中午离开，后面的送餐送饺子的时候去了环卫工人宿舍以及外卖员蒲公英广场，当天一共包了30份，12个一盒，全部送完。后面小组的工作与这件事关系不大，我就不继续说了。总的来说，我认为钱塘区的工作是在践行公益理念，不存在盗取名义和正当性的问题。另外，对于个人的质疑，我不想评论。我们小组里没有所谓名义上的组织者，每个人都是组织者。另外，我认为在成员都认可下，做的事越多，现实的影响力越大，越有话语权是没问题的。我们的活动在匆忙中开展了，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包括场地不够独立，想法不够成熟。我们也一直在探索更独立的道路，长期的寻找固定场地，短期目前买了帐篷，在挑选折叠桌椅，准备流动场所，不想参与线上讨论，线下可以加入活动找我了解。余杭区志愿者关于视频的回应，杭州公益小组 QQ 群和账号没有固定的持有者，是杭州钱塘区、余杭区、滨江区等地志愿者抱团形成的。大乐色加星子也只是钱塘区的主要组织者，杭州公益小组的意志不被他俩代表。杭州公益小组账号新视频是余杭区中泰附近的活动即时记录，大乐色加星子也都没有参与其中，不由他俩组织，不受他俩管理限制，是余杭区志愿者剪辑发出的。B 站账号也是由所有视频剪辑成员都持有账号共同管理的，并非由少数几人管理。杭州公益小组账号的组织架构并非由一两个人构成，而是类似开源软件，一人启动，众人搬砖。OK， 听完了。我的评价是怎么说呢，就是在我看来，这是一出戏剧啦，这一出戏剧。就是他通过了一个辩证的过程，反正我有一个辩证的过程，也没有下饭，我其实还挺高兴的。我并没有说，就比如说觉得你们很幼稚、很不成熟什么的。我反而觉得你们在这个年纪能想到这么多，已经比我想的要优秀很多了。对，我在你们这个年纪啥也不会，就会掉老头儿。对，就掉老头儿。你们已经很厉害了，但是双方其实都反思的不到的地方了。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先讨论这个事情的焦点嘛。就第一个事情，就比如说，谁没干什么，对不对？显然是有些人就比较急嘛，然后另外一些人就是没有那么急。在这个事情上，我给不出什么好的建议，就是说到底是对这个事情那么严肃那么极好，还是说保持着一个
相对的那种没那么严肃的节奏好。嗯，因为这个问题怎么说呢，我公开场合不太好跟你们说了，我总是先提这样的一个建议啊，你们先思考，我再慢慢说这个事情。我建议你们两边互相派几个人，就你们组内先达成共识，然后你们派几个人，就两组各派几个人，然后先互相沟通一下这个事情，然后讨论一下，看对今后那个该怎么名字评论了什么瞅一眼。关于场瞅一眼，嗯，反正就是说，就是你们这几十个人在我看起来都很宝贵，就是我真的看得还蛮高兴的。就像我说的，我在你们这边大学什么都不知道，就是蠢逼，就是一个毫无灵魂的妖艳贱货。嗯，就是所以说，就是说真的，你们互相珍惜啦，没有必要说搞得这么大。而且现在事实上，你们再有什么东西也不要那个互相就是出视频吧，你们可以来我这投诉，我现在是调解员，我以后的主要工作就是给你们当那个调解员，就是不用那个出视频，就是直接来我这告状就行了，好吧？我的话也许可以给你们点参考，嗯。当时没有和稀泥了，因为和稀泥是说比如说不问对错嘛，就维持一个和气的局面嘛。嗯，我觉得原则性的问题还是讲，但是问题是在这个里面我没有看到什么原则性的问题了，因为两边其实就是还是在比纯洁性嘛，简单来说我觉得没有必要。而且我这句话你们品一品啊，我这句话你们两个小组都要听一听。事实上如果你们最后就你们现在沉浸在某种浪漫主义的幻想里面了，你们觉得你们都沉浸在一种浪漫主义的幻想里面在比这个纯洁性，但是我跟你说，你们以后面对事实的现实的问题，现实的问题的时候，你们这个纯洁性会让你们一事无成。面对一些现实的困境的时候，就你们两个小组其实同一伙人，你们知道吗？你们没有任何分歧的。或许你是说，比如说不问两边的什么是非，这问题是在我看你们两边是一伙人。就是不要比这个东西，不要比这个东西，倒也不是说资金先行，我是觉得首先就是说一些原则性的问题，我们是要坚持的，对吧？然后但是比纯洁，就比道德主义这东西就没必要了，就比谁，比如说一顿饭，然后这一顿饭，然后其实长辈这么想嘛，这边觉得说啊，我们也拒绝了。那事实上，你其实也可以不用拒绝嘛，因为这顿饭其实也不代表什么，就是两边人的想法不一样嘛，对吧？还有就是你们缺乏一个异议处理的机制了。因为其实我这么说好了，你们这两个团体，我现在看起来观感不是很好。你们知道为什么观感就不好的？就是说你们缺乏反思性的地方，以及你们给外人看观感不好的地方。就比如说为什么那个就那个小 B 说哈哈互开左极又来了，他为什么会笑？事实上这个事情是左翼团体，我们所谓的进步青年团体跟这个右翼团体中最大的区别，我是复读齐泽克齐老头说的，就是左翼团体 we have dissidents， 就是我们是可以容忍异议分子的，对不对？我们是可以容忍有不同的路线的，我们是容忍那个路线斗争了，这不只是一个权力问题了，就是我们比不是比纯洁性，我们比的是比如说我们坚持的原则在我们的实验中的指导，谁的这个方法是更好的更有效的，对不对？但是当然了，原则是这个不是后黑学啊，原则问题是不可能被突破的，但是我的意思是可以容忍不同的方法的，就是不能说只要是这一个事儿就开始比谁纯洁了，这个是没什么意思的。
但是问题就在于说，你们比纯洁性呢，就是你就是搞到最后就搞成权力斗争，就这个就会让人比较看热闹嘛。就他们哈哈又开始互开左，他意思是跟右翼团体也没什么区别，你们就套着一个左的皮，就是说啊说什么什么进步理想，但事实上不还是两种，要么就是权力斗争，要么就是前线的那种什么人身依附关系，什么个人感情、私人恩怨什么这些东西吧。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说这个事情给人，就是一般人或其他人看起来，他会觉得这个事情是个乐子，主要是在这个问题，就是你们虽然号称自己是什么什么左翼团，但你们处理一个问题，反正最后就是大妈吵架。就是不要比纯洁性，然后要保持这个不同的意见、不同的声音，这是很重要的。而且你们，哎，我想看该怎么说这个事情。我是觉得说，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事实上我们面临的问题啊。我们事实上不面对任何现实，我想他怎么跟你们说，我得说的委婉一点，你们还能听得懂。就比如说这个主要那个发饺子那个，你们听了吗？一天可以发200份。你们现在面临的问题，难道是说能发多少份饺子吗？这肯定不是你面对现实问题，对不对？你就是发2000份，你又能怎么样呢？你发2000份反而不好，对不对？你发2000份都，你就会被。你就会被上位者凝视，对不对？招来那位存在的目光。就是这个事情我始终在说，我们做这个事情并不是说，因为我们长期的要保持这个事情，做的是保持着我们这个团体的存在嘛，我们自己的生存嘛，是这个问题，对不对？就是你们不要把工作的重心搞错了，就是说我们工作重心是我们如何多快好省的给大家发饺子，这不可能够的呀，对吧？你发的越多反而也没什么好处，而且你发的越多，像他们昨儿给他算这个账，他做一次活动1000块钱，以后我给他出这个钱，我可不给他出这个钱1000块钱。也不是说脱产学生的问题啦，学生在也有学生的好处，因为学生就会比较radical 一点，然后一旦你上班了就会 conservative 一点，对吧？对，就是说你们不要把，就是说我就是说你们解决现实的，你们不要认为这个现实的是如果把活动做好，那个其实那个并不是这个主要的问题，主要的就是维持你们自己这个团队的健康的发展，对不对？那健康发展并不是说小团体，并不是小团体，就是说我们就啊几十个人，我每天陶醉在这个纯洁性的幻想中，浪漫主义的幻想中，我们其乐融融，这个是。没什么意思，而且这个东西维持不下去，因为过两天就没意思了，过两天就开始你们就开始互相，就是说不要在这个事情投入过多的私人情感，也不要把它认为就是当成是你这个就它是同等重要的，它跟你的学习、你的生活、的工作、的家庭是同等重要的。也不要在里面投入的过的那种什么什么前现代的什么什么个人情感什么之类的，因为如果你就是做不到掌握不好这些要领，你们到最后这个团体也维持不下去。你可以跟他当同志，但是没有必要跟他当朋友，因为事实上我跟我们小组的那些人没有一个是有私人关系的朋友，没有必要，因为同事关系比私人关系好多了。反正这个事情我们要说是非曲直，首先我就觉得你们都不行，就是你们干的都不行，就是错误都蛮多的，需要在这个错误中成长学习进步，对吧？然后如果我们再就是认真来分析说这里面就是你们两边谁的问题比较大，我觉得首先就是说那个店到底是谁的，我看半天我也没记住，是大乐色他们家的店是不是？就是他把
他就觉得他有这个资源，有这个店，然后把人带过去了。嗯，啊，不是大公司，今天谁的店了？要起人，起人的店，要起人的店，对对，起人店。OK， 我想起来，起人店，对，带过去了。啊 ，OK， 反正就是说，嗯，这个事情，这个事情，嗯，你们，嗯，这个确实你们反思不够了，就是你们没有想到，你这样子其实会对其他的这个参与者给他们不好的影响，就是给，比如说其他参与者，比如说有脑力劳动、有体力劳动者，对不对？还有一些真的是。那个家里条件比较不好的，然后看到这个东西，他难道不会觉得这个有问题吗？我觉得这个事情是不太可能会发生的。他就是说，怎么说呢？他这里反思不够，确实有点太不够了，导致我觉得有点，就是说实话，这个确实是问题比较大。然后说后面那个江南问题，他确实有问题，他应该直接提出这个问题，对不对？就是说是不是不好，而不是闷不吭声自己就走了。我是觉得一开始这个事情就这个问题确实比较大，就是你怎么能？就是说公益活动开在这个店的，就是这个最大问题，就是说只要我们这么说好了，什么请吃饭什么这都不是问题。你想说如果去一个街边路边摊，然后那个叔叔阿姨请吃饭，肯定大家也会吃，对不对？然后叔叔阿姨也不会不收嘛，因为毕竟他们觉得说这个生活什么的他就会收。但是这个店确实会给人感觉观感不太好。因为是辆做过渡方案的，对啊，所以你还没明白我的意思吗？你还没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你们的重点放错了，你们过渡方案，你们还是说要多快好省的干成这个事情，多快好省的，多快好省发饺子，你还没明白吗？你现在问题就是你重点搞错了，你考虑的是这些跟你一样的行动者，你是要如何你们组成一个你们的生存、你们的健康的这个关系跟发展，而不是说如何多开好省的发饺子。所以不必有这种对原则性上的，就是因为某种你们认为对现实的妥协，然后原则性上的一些让步。因为在我看来，没有什么就现实的，你们是把现实的东西想错了。现实的并不是说你能发个什么什么什么几百份饺子出去。所以其实两边都是太急了，就是太急于说，就是说一种道德主义跟一种纯洁性的这个展示。所以在我看来，你们两边是同一批人，就是你们其实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原则性上的分歧，认同的都是同一个东西。但问题是你们共同认同那个东西是反思的不足够的，是这个问题。这个实践是很难的，你们人多就更难。但是在这个，行了，就不要揪着这个事情不说了。对方没有答应过什么这那这那的，两边你们都有问题。就是说谁错的多，谁错的少，这个事情就不要，就不要再纠结这个事情了。就过去事情就翻篇了，过去事情翻篇，或者是你们这个不要批评对方，自我批评吧，可以吗？展开自我批评。不要批评对方。所以我建议你们就说两边那个多出几个代表，然后就是把这个事情解决一下。解决一下，然后解决之后可以请你们来苏州吃面，好吧？解决的好的话，毕竟我们已经被这个大他者凝视了。解决的好的话，请你们来苏州吃面，好吧？
我是没有想到杭州这么多人，主要杭州也蛮近的，过来比较方便，坐高铁一个，坐高铁几个，一个小时还两个小时啊？两个小时吧。嗯，因为我其实说实话看的没有什么原则性大问题了。嗯。好好，那就这样啊，那就这样，你们就私底下去解决吧。哦，我建议两边把视频都删了啊，不要再发这种给别人这种给别人看看笑话的东西了。你们可以加我微信啊，我看一下你们。你们可以加我微信，到时候有什么结果跟我联系就好了。我发给你了，我发给你们那个官方号了。啊，关于这个名字的问题，这个名字的问题，这个名字的问题，这个。某位存在提出了他的看法，他说没有必要纠结这个名字，他说保持现状可以，因为他说那个地上的星已经就是说超出飞出杭州地狱了，他的意思地上的星其实已经赢了在名字上，对，所以说也没什么好吵的，就这样吧。好吧，我歇会儿啊，歇会儿可以做游戏了。来首《地上的心》，不会唱，主要是。我可以唱一首那个《骑在银龙背上》。好，我就来为大家现唱一首《骑在银龙背上》。致敬一下雪姨，我最近咽炎犯了，哎呦，一直在咳，每年春天咳俩月，烦死了。我要把这个放出来。
¡Vamos!
好，这首歌送给杭州两个小组啊。剩下的时间我们干嘛？我们继续做游戏吗？这两天的调解工作也给了我不少做游戏的灵感。那个福州小组的帮我们开了个头，整了个那个企业公众号，但其实我都没用明白。现在他们里面，哎，没有我主持工作，主要是我最近太忙了。我们这个还得再忙个3月15号、4月1号，需要忙个半个月左右，两周吧，我就能把那个员工宿舍搞好，然后就可以来写这个程序了。这个游戏其实还有一些东西没有哦，我们今天讨论另外一个好玩的东西吧。我白天想到的，我觉得这个还挺有意思的。嗯，这个就是不是额外的内容，这个是跟游戏设定本身有关的。我们开一个主题啊，就是出生属性，就是人物属性，初始人物属性或者人物主要属性，人物主要属性。人物主要属性就是首先是几维嘛，对吧？服源。比如说我们刚才说那个健康就是体力，整个六边图也可以。我好学优势吗？这个你们再去设计吧，就这个事情我倒觉得不重要。就是这个五维层的这个反正就是数值设定嘛，这个不是很重要。嗯，主要是我没有太想好，就是说主要是这个东西我没太想好，我没想好就是这个主要人物属性跟他后面那些互动没有关系。比如健康，其实就是体力了，体力就是我们决定你那个健康程度嘛，对吧？然后就道心值，就精神的稳定程度，就写个精神力吧。
然后比如慧根，一开始慧根可以有一个初始的值的，高还是低，蛇皮值什么的，但这个不是我想讨论的，钱金钱，就是你可以开始，你就是你的出身嘛，对不对？你是小布家庭，贫贫农什么的，类似的，对。然后地我就是最有趣的东西了，就是你的，就是你的症状。这个其实跟那个什么有点像，我记得这两天跟你们聊天悟出来的东西，就是每个人的犯病，对不对？每个人都犯病，然后前面这个东西就跟日常的结算什么的是有关的值嘛，但是后面这个症状就是跟那个事件有关的结算的值，或者是遇到症状的事情时候你就控制不了你自己，比如说郁郁 emo， 容易 emo 的人他就喜欢在夜里听歌，他的创伤事件比如说随机到了什么什么夜里听歌，就 emo 类的创伤事件了，然后他就会加倍结算。就如果他有这个 emo， 就是你一开始随机属性你有 emo 这个，你就会加倍结算。那比如说你有狂躁，躁狂，我们专业躁狂。如果你有躁狂的话，你就会容易那什么，对不对？你会容易上头，就跟别人起争执、起冲突什么的。然后在有些选项里面，你就会选择那种就是最躁狂的选项什么的。你就不能选，他就直接帮你选。就比如说你有四位本来能选，结果你躁狂就选不了，你就会选那个最上头的、最冲动的。可以不能自己选，这个出身就是揉的，自己揉的，不能选，不是，那你可以揉嘛，这个一开始跟那个什么是一样的嘛，跟那个就是那些肉鸽游戏是一样的嘛，就一开始揉嘛，学到什么就是你不满意你就再揉呗，就像那个太武会卷一样，揉个你满意的就行了。还有什么，来快编一编，这个你们最擅长了，还有什么？你们真的好厉害呀，你们说出来好多呀，你们说出来好多呀，太搞笑了，慢慢来慢慢来，你们说的好多都很好，我觉得果然问你们是对的。下头，下头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大的，慢慢来，来个小一点，社恐，比如说社恐，对不对？很好，社恐。好色，胆小怕，胆小好色，好色，对，就每天都忍不住奖励自己，对，自恋，怯懦，就是胆小嘛，就写怯懦吧，有点虽然文言慢慢在改吧，但是大概这个意思，自闭就是社恐嘛，懦弱也差不多这个意思。抽象，但这些其实都可以抽象。多言，话多，自卑，自卑跟怯懦差，反正先这么写吧，差不多。然后话多，呵呵，话多也可以。梦想，有梦想也可以。爱反思，爱反思应该叫什么？想太多，
反思癖可以啊，反思癖其实蛮好的。下大棋，下大棋应该算什么？嗯，就是喜欢指点江山嘛。那我们就写权力欲好了，这是得把它改成一个名词，对，杠精，控制不住的就是要抬杠，就是要刷存在感，对，焦虑，然后失眠，就是有些人还特别容易失眠，然后如果你失眠的话，你的健康就掉得特别快。疑神疑鬼，对对对对对，疑神疑鬼，多疑嘛，就是。对，敏感。固执，对，固执也是。二次元，二次元是什么？二次元就他会很中二嘛，他会说一些中二的话，还是怎么样？指性恋还是什么的？轻信他人就是幼稚嘛，对。中立怪，喜欢说中立客观。谨小慎微，谨小慎微就是什么？其实谨小慎微是把好几个组合到一块儿去了。贪财可以啊，贪财贪吃都可以，就是财迷。那财迷有点什么了？有点就是说，就贪财吧。我贪吃其实也是。对，嫉妒也是。酗酒应该也是，恐惧就胆小嘛，懒惰，懒惰肯定也是的，懒鬼，赌狗，虚荣，虚荣肯定是的。文青，可以，文青可以，文青也算症状了吗？难道迷信，迷信也可以，
购物狂。购物狂也可以，我觉得。就是他存不住钱，他的 debuff 就是他存不住钱，他但凡有钱就会去买东西，借钱买东西，就是存不住钱。然后你要学到这种东西开局，你的钱就一直很少。储藏品，就收藏品嘛，也可以啊。拖延症，就拖延症也是。恋物癖。也可以。优柔寡断，对，也是。果然你们在这个领域有丰富的经验啊，你们想到好多东西。元神，元神，孤僻也是。梗小鬼，对，梗小鬼，他不说梗，不会说话。管人池可以、啊、南拳这米格道嘛，其实也可以。洁癖，傲慢肯定也是。偷窃癖也可以有。追星也可以有呀，追星族，木讷也算。控制狂，对，控制狂也是。其实控制狂这些就是把那个强迫症的症状给它拆开几个比较细的嘛。恐同，对，来个恐同。网瘾，网瘾不算。恋爱脑，恋爱脑，恋爱脑。
自我感动，就是算自恋里面的异食癖，嗯，暴露狂，那这个不太常见。哦，对，讨好型人格，这个是各位哥说的很好。脱盔狂这不常见，性瘾者呵呵，没必要，没必要。厌女，厌女症。四爱，哈哈哈哈哈哈。四爱，四爱要写吗？但我觉得四爱不算什么症状啊，是这样。啊，奋斗逼也是。圣母也是，没错。躺平。海王，对，妈宝，妈宝，吝啬鬼，但是贪财，对，他那个吝啬鬼又不是一回事。对，键盘侠。网络上我重拳出击，重度网瘾，灵修。书呆子，精致利己也算，仇富也算。我、哦、好多呀，这怎么这么多，比我想的多很多。哎，好吧，这个一个人一个症状不够了，一个人得随三个，我觉得被害妄想其实也可以。天天脑上顶个铁锅。阴谋论者可以。对，有人说的有道理，已经是修仙了，竟然是灵修，那没有给他改成科学修。就迷恋科学修。反社会可以可以，反社会可以。就是刚才那个什么什么炸弹人，对不对？对。撒谎诚信，就不说，就不说谎就难受。那个叫什么？就特别爱说谎的人，谎话精。我们把自虐包括到自毁里面吧，自毁，自毁倾向。对，木墙也是，没错。
学人精，学人精是什么？表演系人格可以。下下棋其实可以，好为人师吗？好为人师其实也可以。哎，对了，其实就揉揉的时候，有可以把有一些，比如说什么那个自卑跟自负，这真的，比如说社狂、社恐跟躁狂，其实也都可以在一块儿。我觉得，而且有些特别不能在一块儿的，就给他就是搞一下就行了。阿 Q 也可以，阿 Q， 阿 Q 可以。爱装才是装逼犯嘛，也可以。游戏迷，虚无主义也可以。嘛？我在忙。那众多也不是虫了，众多人他可能一直在那边刷抖音呀，他不一定打游戏啊。业务劳动就是好逸恶劳嘛，但好逸恶劳跟前面有懒惰其实。公贼，爱念经，对八卦也是。喜欢搬弄是非，是不是？也算，嘴硬也是，对嘴，这嘴硬跟杠精差不多，也不太一样。
公贼不算是一个症状，我感觉对反复无常是。麻木可以，墙头草可以，要强可以，就是爱面子嘛。目中无人也可以。目中无人其实是傲慢，差不多。或者我们把傲慢改成目中无人吧，傲慢比较大这个词儿。爹味儿下头行，就爹味儿吧。爹味儿十足。性无能，就阳痿嘛，阳痿就不要写了，就是复读机。嗯，复读机其实也可以。叛逆不算症状，我觉得叛逆是个好事，是个正面的。刚愎自用也可以，刚愎自用可以。酗酒前面写的就是酒鬼嘛，好赌，赌狗，赌狗我写了吗？赌狗我记得我写了，啊有赌狗，自言自语可以，自言自语可以，我妈就很喜欢自言自语，酗酒有的，占小便宜可以，贪小便宜。叶公好龙，嗯 ，cosplay， 嗯 ，cosplay 这个就是太具体了。那你说他就让我看 cosplay， 他一形象就给他定了，把它定成是一个红色的嘛，说不定人家是绿色或黄色的，所以这个不好说。瓢虫，这个不好表现。迷信有写了，唱反调就杠精嘛，吹逼装逼犯有了，选择困难啊，选择困难症很好的，逃避对选，不要再拿我的头翻啊，烦死了，选择困难逃避都可以，享乐有点太大了，就最好是这种小的，就是选择困难啊，什么逃避啊这种，就不要太大的东西，就把它拆开，对，指手画脚也可以。那只有画脚跟爹味十足差不多，爹味十足就是说比较大，其实你把爹味十足就是拆分成比如说什么指手画脚什么这种东西之类的。爱控制别人，我有写控制狂好像。猫奴，
绿奴就跟性有关的就不好写了，而且你剧情也不好写，主要是迟钝。嗯，迟钝可以，那迟钝并不是一个症状，迟钝就是他可能有些人是就是迟钝并不是一个症状。暴露狂不要再发了，说要跟性癖有关就不好写。不就是健忘吗？健，但健忘也不算是症状了。粗心大意，我直接掉进挡我头发。自作聪明可以，自作聪明可以，又爱耍小聪明。自以为是前面有什么自恋什么什么愤世嫉俗可以，攀比就是虚荣嘛，也写了。别再别挠了，别挠头发了。这两天我不是搬家嘛，把我过去那个凳子搬到那个员工宿舍了，然后我现在只能坐那个魏明子给我拿来的那个电竞椅。那电竞椅不是椅背特别高吗？他可能找着个好地方了，就骑在那个头上了。哎呀，就搁这后面挠我头发，就搁这。嗯嗯，我现在给你找了个好地方。你看那边吱啦吱啦吱啦，就是他就是就搁那椅背上爬。够多了吧，我觉得。够多了吧，没事，这个不够多的话就到时候社区创作你再补充吧。就是我们先列这个意思，就是还有再补充，大家自己能就是在就比较班里就补充了。哎，阿谀奉承好，这把屁精很好。然后我们现在是每个事情都要对应几个创伤事件，就创伤事件你要分类，然后如果你有这个特质，我们叫症状，如果你有这个症状，然后你遇到这个创伤事件就会加倍折算。就是说你这个得跟那些创伤特质上就是对应上，得过且过也可以。势利眼可以，没有正面特质，没有正面特质，全是负面的。正面特质，需要有正面特质吗？我觉得不需要有正面特质啊，因为正面特质不就是在你的选择中体现出来的吗？你不能给一个正面特质，比如说善良，然后你所有的你的属性有善良，然后你的选择中你选的都是不善良的东西，对不对？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说没有必要给个正面特质的，正面特质是你在你的选择中体现，因为正面特质是你在行动中创造的嘛，不可能说是前定的一个东西，对不对？但是这个症状是前定的。因为症状就是你的强迫重复嘛，你总是要回到这些症状中来，
但是你的正面特质是一种选择，对，就是在你的选择。所以我觉得就简单来说，正面特质不是潜定的，是创造，但是创伤是鲜艳的嘛，对吧，是无意识的。所以我觉得不要有，不需要有正面特质的。那症状就在里面揉呗，揉几个，揉个三个什么之类的。注意力不集中，爱走神儿吗？就爱走神儿。有的人爱走神儿，注意力就注意力涣散，没有办法集中注意力，可以。怨，对，爱抱怨，爱抱怨。哎呀，你干嘛？你这里掉下来。还有什么？丢三落四，粗心大意，我跟你写粗心大意了，多疑也有写。胡言乱语，胡言乱语可以，胡言乱语跟自言自语差不多，就是胡言乱语。没主见就是墙头草嘛，我有写墙头草吗？我有写墙头草。不切实际，就是喜欢做白日梦嘛，动不动就陷入一种自恋的幻想，其实也是自恋了，但就是随便写白日梦。厌食。直播间里有厌食，有厌食症患者比较少，主要是贪食的多，厌食的比较少。直播间里你们谁厌食吗？炫富就是虚荣吗？好的，下播把这个传到群里面。容貌焦虑可以啊，容貌焦虑，易诺前面有写躁狂了，容貌焦虑以及身材焦虑。不黑不算了。哦，刀子嘴，这是嘴贱。
对，唯唯诺诺也是，占有欲强也是。完了，你们越怎么越说越多呀？而且我觉得你们说，哇，你们真的是能想到好多东西。笑面虎肯定是。和事佬肯定也是。占有欲强也是的。唯唯诺诺也是。油腻。自怨自艾，刚才有个爱抱怨，跟自怨自艾不太一样，是自怨自艾吧。油腻我觉得不算，散热热度就是，对，散热热度可以，就做事情总喜欢起个头。大惊小怪，可以。浮夸，浮夸，浮夸有点宽泛，我也不是那么具体。乐子人也是这个问题，就是不具体，太宽泛了。喜怒无常，我前面有写个类似喜怒无常的，我感觉反复无常写差不多。不合群就孤僻嘛，写的哗众取宠。哗众取宠并不是一个症状，就没有人这种，就是说他老喜欢哗众取宠，好像，好像是也是有点类似表演型人格。亢奋，亢奋是好事啊。社恐写过的呀，标新立异，可以啊，标新立异可以。斤斤计较也可以，标新立异也可以。而且我现在忽然想到了那个，我忽然想到了一个更好玩的游戏机制，就是在你意识形态入脑的时候，你也会有症状，就是你在对话中，你总选某些选项，然后选多了，就会给你这个症状。对，就是对话里可以给你多种对话，然后看你选什么。行，这个游戏机制我再琢磨一下，可以把它编进对话里面去。
学历崇拜可以，可以，学历崇拜也可以。其实多愁善感，患得患失，多愁善感其实可以的。患得患失我觉得有点宽泛，其实我们是想要就是具体的，就是不怕的具体，越具体越好，越具体越多嘛。比如刚才说的那个什么学历崇拜这种，就非常具体的东西其实可以有。对话部分目前是因为除了我没有人写呀，只有我能写。两周之后就快了，我这个装修太忙了，每天没空搞。弹幕区什么？好了，我们不再搞这个了，这个慢慢的去补充吧，因为我们说了很多了。还有什么？他们自己慢慢去补充吧。我们现在是要思考一个机制，就是说这个症状，我们这里写一下症状的，好多，好长。症状的游戏机制。就第一个，就是说症状对应的创伤事件掉伞加倍，但是这个是随机的，这是随机的，就不一定是什么。比如说你前面周到了一个，随便讲一个，多愁善感好了，比如说你有个多愁善感这个，然后。随机事件，比如说遇到了一个什么，创伤事件，你的好朋友，你从小到大的青梅竹马，比如说，因为过劳猝死，好朋友失忆嘛，你真的很仁慈。我们这是个地狱般的游戏。得知发小本来那天很羡慕他，他本来在大城市有份体面的生活，进了建筑设计院。猝死了，然后你就直接加倍。加倍，就如果你有多愁善感，这个就直接加倍掉伞。青梅竹马被黄毛夺走了，这个不是多愁善感啊。会分类的啦，我们会把这个大概跟创伤事件对应上，其实也不是分类的，就是跟某些事件对应上。因为事件总归是少的，亲人重症，也可以，亲人重症这个也可以，多愁善感，亲人重症也可以，就比如说亲人什么患癌症，而且这个事情挺普遍的，现在谁身边没有几个亲戚得癌症呀？亲人得癌症需要医药费，然后那个。四处借钱，就是在你的亲戚在四处借钱借到你头上，但是你跟他说对不起叔叔我也没钱，然后叔叔就说我也知道你没钱，我就是给问一问，叔叔也就是问一问，然后你就会咚就加倍做个动画效果，就对应上这个症状的那个对应上症状，就会给个动画效果加倍掉伞，然后直接道心崩碎死党。哈哈哈第一个比较重要的机制就是说，如果你能对应上这个床你的症状，如果对应上床的事情就加倍掉。
不是啊，你死不死党不是说我只是说比较夸张了，就说一个不是说只要你涉及到这个事情就直接死党，而是说你就看你前面的这个散值的就道心值的高低嘛，如果你前面道心值高，就算加倍掉你还能维持道心不崩碎，就游戏可以继续嘛。如果你本来前面就是道心值就低，你本来前面道心值就低，然后你在那个触发创伤事件，然后再运气不好再触发双倍，对吧？所以说你要前面维持道心值嘛，这就是肉鸽游戏啊，就是说你要抵御这种随机性嘛，靠运营来对抗这种随机性嘛，就是生存嘛。但是我说这个事情也是一个，比如说我刚才举这个例子，你们觉得这个游戏很充实，其实说实话我觉得是挺现实的事情。现实里面我说这个事情我还真的见到很多，就多愁善感的人，然后身边遇到一点事情他就从此人生变得唯唯诺诺，什么都不敢做。就这个我觉得我好像我就是我亲自我身边的人都还是有一些是这样子的。就当然他不是就是说主要原因是这个，只是说他本来就是变成一个多愁善感的人，是一个那种人，然后他又遇到就是我说这个机制嘛，他本来就是那样子，道心值就很低，然后遇到这种事情他就道心崩碎。你们身边没有这种人吗？我还觉得我见到过挺多的，特别是给我发私信那些魔怔人，我觉得好像挺多的，都是说啊我遇到了什么事情，然后我就那个什么什么这样这样那样那样什么的。这样来看能活着敢活着就是个奇迹，问题就是说大部分人就是没有活着呀，大部分人就是不敢活着，他们就处在一种假死状态嘛，活死人的状态。你看你身边那些什么人不都活得跟活死人一样吗？我知道什么学历没有用，毕业没有用，但是我还是要混个学历，呵呵。我知道干这个事情对我人生没有意义，但我还是要做，因为大家都需要这样做。我就是大部分人其实都是活死人的状态啊，大部分人就是说他不敢活着，所以他就是进入这种活死人状态嘛。就是你面对这种创伤事件，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不是天天说不要缝合吗？因为你缝合其实就进入活死人状态了，进行一种符号学操作，把它崇高化，对吧 ？OK， 我们就第一个创伤对应事件就会掉伞加倍。我们在说创伤的第二个机制是什么？二就是说游戏中反正我们会设定一些对话嘛，就是说经常选某一种对话。会获得对应的症状，就是说你的症状后天在这个游戏进行中你还会增加。比如说你初始就三个，然后后来呢你为了爬这个 social ladder， 比如说为了获得大胜结局啊，然后天天奉承拍马呀，刷领导的好感度啊，就获得比如说马屁精什么这种东西之类的，你又获得马屁精。马屁精的创伤事件是什么？马屁精创伤事件是什么？想想看啊，跟你一起同期开始炼丹的童子，然
然后三个月之后你还是个普通的那个炼丹童子，三个月之后人家已经成为这个内门弟子了，然后六个月之后这个内门弟子已经变成了什么什么宗门长老了，对，然后对对对，就这个事，然后这个事情对一般人其实就是创伤，就是一般值，然后但是马屁精就 double。就如果是马屁遇到这个创伤事件，就会 double 掉线。反正就是类似这种机制，反正明白我的意思吗？反正就是类似的，就是说，重要是你经常选某种对话，在游戏中你可以再获得这种症状的。症状是不是要关联？我觉得不关联，因为意识形态是影响结局的，不影响游戏进程嘛。意识形态是影响结局的，就是说当你某个意识形态的值拉满的时候，这个游戏就结束了，因为就已经有结局了嘛，对吧？比如说你某个值，你红色选太，比如说你蓝色慕田，蓝色是那个，哎呀，不要踩我的键盘，他走了牛来了。比如说蓝色是纯正，对不对？就是说意识形态是决定结局的啦，但你值拉满了就结束了。但症状是决定你游戏能不能继续，因为你症状多了，你不就是非常容易就 game over 吗？非常容易死档吗？你看就像个症状，你后来某些选项选多了，而且我们觉得也不要选多了，就选你选一次吧，你只要选一次我就给你一个症状。然后你比如说你选了一次马屁精的选项，就给你个马屁精的症状，你这样不是非常容易 game over 吗？但是你不马屁精你也很能大胜结局，你就刷不了领导的好感度嘛。所以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意识形态是决定结局的，然后这个对话是决定你这个就是游戏能否继续的一个机制。一局三胜，不是就当然会不停的死档，所以说你选对话的时候你要认真考虑一下。OK， 然后症状还有什么？没有什么了吧？行了，先想这么多了，因为现在我们又整出来了一个这个内容。本来说做 demo， 结果这个晚上出生又开始揉这东西，天哪！等于是又在给游戏增加内容。我们这个真的是奔着三 A 大作去了，真的是奔着三 A 大作去了。对，舔狗，我怎么把这么症状忘记？舔狗，对，可以，普通难度就是三个，然后地狱难度就五个。对，有可能明天起源又是个新游戏。你们全部都那什么的压抑了，对不对？全忘了舔狗这个事情了，全部都压抑起来了。舔狗不是罪。
行吧，今儿就干到这里了，我休息去了。明早我明天得过去干活，而且明天是营养星期四。明天是营养星期四，我们改到星期四了，因为我们现在店周六周日要营业，所以只能改到星期四了。所以明天，明天要看直播，我们会开直播。还有店里面上新了，上新的几款我都很喜欢。本来想今天给你们那什么来，就是说展示一波，有一个衬衫我很喜欢，但是我很喜欢那个鸡皮的那个，但是明天展示吧，今天没来得及。上新的你们都可以去看一看。行了，明儿见，拜拜。